就不让你知道，这种叫做渴望。客官，起来。哎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是不用找了。哎，谢谢客官。 哎，谢谢，二位慢用啊！来，吃吧。思凤，你说为什么我都没有嗅觉呢？你看，这么多好吃的，但是我什么味道都闻不到，就像现在，我也听不出。 这街上的曲子是好听还是不好听？还有落日的颜色，吹过来的风，我什么都感受不到。我真羡慕其他人，他们什么都可以感受得到，这样的生活一定特别的痛快和自在。客人们，日日如此，太过习以为常，反而忘了你说的那样的痛快和自在。其实很多。 感觉都是相通的，通过食物，你也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。这是甜糕，你吃到嘴里，心里会觉得很满足，这就是很幸福的感觉。这种真好吃。这个呢是莲子。 这个呢是金桔，有酸涩之味，有些感觉似明不明，有些话想说又不敢说，这种尚不成熟的苦涩心情，就像这样。思凤，可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多。 我都听不明白，思凤，你笑了哎，你笑起来好好看啊，就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冰镇酒酿一样，刚喝进去的时候冰冰凉凉的，但其实呢又脆又甜人。思凤，你的笑就跟这个酒酿一样，所以思凤，你笑起来特别好看，以后要多笑笑，像这样。 喂，还想不想继续了？哦，有些味道呢，你很想吃到，它却偏偏在你眼前，就不让你吃到。这种呢，叫做渴。 你说了那么多，我好像听明白了一些，但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更加不想被关回去了。 你怎么不说话啊？